他是一位纽约在纽约卖煎饼的商人，已经在纽约是有好几家卖煎饼的店。然后请问一下，应该怎么称呼您？是 Mr. Bing 吗？丙先生对吗？是吧？今天的丙先生，欢迎叫他来。金国的，这边有金国亮，金金国美国放在里面，是我的公司领导，就是老金煎饼啊。老金这话跟我说的不错啊，你是在中国生活过吗？有，在哈尔滨、北京、香港、台湾、新加坡10年多，在那边。刚申请的时候，留学20年前，我在北京读书，在球经道，还有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这边了。早八点的时候，每天早上上课之前，我就每天早上吃煎饼，然后那时候就开始想起来要开一家医院在纽约，然后我有别的工作挣钱了，然后可以说。那你在纽约做煎饼，我的店，我在纽约已经叫快2年了，对，从香港换站回来纽约，我就开了一个在2015年，2015年一月结束，差不多1年半，还没有2年，还没有，是我们之前在香港开了第一个老店，在2012年、2013年以后。开了两家店，三家店了，现在店不行，在杭州我们都开店，到来回来美国，因为这个是因为我们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，香港人他们觉得说还美国人比较。